说我今天要去哪，我今天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出来逛哦。我好像很久没有自己这样开车出来了，有点紧张，因为要开一个多小时，但是没关系啦，还蛮有趣的。我感觉我拍这是不是没人要看？管他的，我自己看。今天天气没有很好，有点小失望。前几天都是大太阳，今天居然是阴天。现在呢，我要先去逛 Outlet。真的觉得美国高速公路非常的好开，因为路很大，然后，对，就是路很大，路很大条，然后又没有那个，高速上是不会有摩托车，只有重型机车，然后平常的路上的话呢，就是也没有摩托车跟，对，没有摩托车。我到底在讲什么？所以我觉得美国路真的是比台湾好开。我也是来美国之后才学会开车的，在台湾就考驾照，但是我在台湾都不敢开，因为我觉得很可怕，而且有很多行人什么的，路又很小，而且我觉得在美国你开高速都可以用定速，我觉得非常爽。因为在台湾，我只开过一次高速，我感觉不太适合用定速，感觉一下就要踩刹车了。我的角度是不是很奇怪？看起来好像有点臃肿。我找不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角度在车上，而且我没有架子，我只有这一个架子是我妈从台湾带来给我，就直接摆在你的正前方的那一种，把手机夹住的。
别人在等你之类的。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，自己去逛街，自己去干什么的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现在第一站先去 Outlet， 然后去帮我男友看看一个东西，帮他看一个东西，然后呢我再去退东西。去退东西的那边呢也是一区可以逛的一区，用的店是我前阵子刚发现的逛街的地方。其实我也就是很爱自己这样，也不是自己，我就是很爱这样子到处走走，我不想要周末也都待在家之类的，我想要不管去哪就是可以出门走走。我现在上高速了，就也没什么好拍的，因为今天阴天，我也不能给你看外面，而且今天只有我自己一个人，所以也没有人可以帮我拿相机还什么的，对，真的没什么好看的，等一下到目的地再给你们看。先这样，我先开车啦。全部都是树，好的，我现在刚停好车到 Outlet 了，今天人超多的，我找停车位找了一下子，停到了很后面的地方，那我现在下去啦。好的，我现在刚逛完 Coach， 看我买了一大袋，然后呢我现在要去下一间店逛一下。现在去逛下一家店，然后竟然有点小飘雨，所以我撑了伞。美国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在撑伞的，所以一看撑伞的就知道不是美国人，不是本地人。给你们看一下 Outlet 大概长怎么样，就我们这边的 Outlet 不是算很大的 Outlet， 对，你们看在下雨了，天空超阴。我刚逛完八手，觉得好像没什么好逛的，逛腻了。好的，我决定我不要逛 Outlet 了，给你们看一下 Outlet。好，反正就是呢，我逛腻了，我现在准备去下一个店逛一下，去找我的车车，忘了我停在哪了。找到鱼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下一个地方逛街吧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车出发去下一个地点。我找到这个比较好的角度了，不然刚才那个直接在我的正前方，感觉脸超大。下雨了，不要再下雨了。 Oregon 的特点呢就是很爱下雨。今天 Outlet 超多人的，认真假日失策，但不过还好今天来 Outlet， 我本来就其实没有很多店想逛，主要是要去下一个地方，然后逛那里，然后顺便在那里退一个东西。不过刚才还是稍微小逛了一下，好可惜，今天我出来逛要拍影片，结果天气竟然没有很好，不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风景。因为我刚刚说我们这边就是树很多，我觉得环境蛮好的，很适合退休养老的一个地方，欢迎大家来 Oregon 玩。我一开始要来这里的时候，我还想说这里是哪，我都没听过，然后好像还有点不屑，本来想要去什么大城市之类的，就我来了之
现我来了之后再去其他像纽约的那种大城市呢，我就觉得我们这里实在太好了，就是天气又舒服，然后又便宜，跟大城市比起来相对便宜，然后我们还免税。现在大概要在半个小时才到下一个目的地，有点小塞车，不然应该20分钟内就可以到了。超烦的，就下雨，这角度应该要比刚才的好吧？看起来脸比较小，因为下雨呢，所以我的刘海有点微塌，不然平常其实不会塌的。因为美国比较干嘛，所以我平常如果卷刘海天气好的话，通常都不太会塌。然后是因为现在下雨，然后有点低到湿气，所以呢还是把它卷起来比较保险。那我们到下一个店点再见吧，我先专心开车了。嗨，我现在到了下一个定点来逛街了。给你们看一下地方，我还蛮喜欢这里的。这只是一个小角落，我决定先去逛一下这间。这间差不多鞋子的这里，而且都是有很多有牌子的鞋子，然后我脚很大，在美国超好买鞋。这件 T 恤好看吗？后面是有那个 logo， 后面有个小环环，但前面就是还是很好看的，比较酷一点的感觉。这里是我喜欢的店，你们看晚上这里超美的。这是我喜欢的店，你看这边晚上超级美，如果今天不是阴天的话应该会更美。这种露天的这种咖啡的这种餐厅，这间爆米花店好可爱。我现在要去逛我的爱店，什么呢？就是这个 Urban Outfitters。哎，这间很大间。逛一些 Urban Outfitters， 现在也好多别的东西，就是它新出的材质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我自己其实也有买了一些，啊，还有各种这种这个法类的这个品牌也有，超多。成功出来了，没买东西。我肚子好饿哦，等一下开回家再吃。再逛最后的两间店，这边超香的，好多餐厅。逛完两间就走人，先逛这间。OK， 好，我逛完了，然后我现在再去一下那个亚洲超市，然后就回家。天都黑了，但是我觉得这边晚上是最漂亮的。好的，现在去开车啦。今天也没买什么，一样也没什么啦。买了一点点，然后刘海又塌了，真的很烦。好的，那现在我就出发去亚洲超市。
晚上都这边都已经很凉了，非常的好，都要穿外套了。那我们就到亚洲超市再见吧。好的，我们到了。老干妈，然后我还要买那个一些调味料什么的，对，还有瓜子，我男友超爱嗑瓜子，传说中的老干妈，然后我还买了那个镇江香醋，好吃。这个生抽，就是买一些泡面，很爱吃的。这个在美国的人，亚洲超市的去买一下，这个很好吃，比辛拉面还好吃。还买了这个台湾美味，看到台湾美味立刻买。大甲油葱干面，我还买了这个，蒸拌面胡麻酱香口味，好饿。你们看我买超多的，崩溃，因为我看到超多什么零食之类的，我就狂拿到购物车里。可怕。好的，终于逛完 Asian Market 了，现在我要开回家了。终于，现在已经晚上8点多了，我第一次自己出来这么久，那我现在就开车回家啦。谢谢今天大家陪我一起逛一整天，也没有一整天，半天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种类型的影片，虽然我的生活还蛮无趣的，就是逛街什么的，那还是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这个影片。然后呢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面按喜欢，然后记得要留言，然后要订阅，记得要订阅哦。那今天影片就这样啦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